进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这是元明清时代的鼓楼响彻中轴线的报时方法。快慢相间的鼓点，暗合古代计时传统，充满了哲思和诗意。如今，人们不再需要钟鼓声感知时间，但这里依然是北京灵魂的承载之地。站在钟鼓楼上，听着歌哨，看着蓝天白云映衬下的中轴线，独有的壮美秩序和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1644年9月，顺治皇帝下了一道诏令，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此开始了长达268年的统治。清朝保留了明朝的城市格局，以中轴线贯穿的四重城、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仍然是北京城的中心区域。清廷期盼天下安定、军民和谐的盛世景象，中轴线上最恢宏壮丽的三座大殿改了名字，原来的皇极殿更名太和殿，中极殿更名中和殿，建极殿更名保和殿。这次更名浓缩了紫禁城整体布局中体现的和谐思想，让中轴线有了更加辽阔深远的文化内涵。1661年，7岁的康熙帝在太和殿完成了登基仪式。此时的清王朝国库充盈，登基大典所用的卢布仪仗，没有一件是顺治帝用过的旧物。然而，令人叹息的是，这座见证了无数荣光的太和殿竟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1679年的一个寒冷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火光，火势逐渐变大，2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年轻的康熙帝为此忧心忡忡，却无奈被战事缠身，无暇顾及眼前这座宫殿废墟。直到16年后，天下初定，四海升平，重建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太和殿的时机成熟了，但是重建工作却困难重重。这时，一位名唤良久的工匠及时出现，才有了重大转机。良久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工作了40多年。根据良久传记载，他凭着几十年的记忆
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制作了太和殿的木模型，其形制构造装修一如实物，而整个太和殿的重建就是按照这个模型放大组装的。这次重建，太和殿的屋脊上还安装了第十个小兽的雕塑唐石。这个颇像传说中雷公的脊兽，也象征着百姓们祈愿消灾灭祸的寓意。作为中国唯一屋脊上具有十个事物的建筑，太和殿不仅是中轴线上最高大最雄伟的主体建筑，也是北京城紫禁城的中心。正像它的名字太和一样，象征着秩序中处于最原初最高境界的和谐状态。从紫禁之巅到前门大街，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中轴线上功能不同的建筑指向。每天，这里以包容的姿态迎接四方来客，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融。黑底金字的老字号招牌，九尺宽的青白石御道，仿古的当当车，这条中轴线上依然留存下来的商业街前门大街，如今依旧人声鼎沸。作为来北京必打卡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购物休闲，更能感受千百年来积淀下的文化内涵和浓浓的北京味儿。越来越多商户们每家多出点钱，把这个地方的栅栏修得比别的地方高大漂亮，久而久之，廊坊四条这个名字就被大石栏取代了。康雍前三世，中国人口达到3亿。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只占23%。外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把中国描述为长久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这个时候的清朝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他的使命。这里是位于北京朱市口西大街的纪云故居。1772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
包括纪义云在内的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的《四库全书》开始向全国征集图书。盛世修书的传统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出于编纂考证典故的需要，纪云等人常到琉璃厂搜集古籍。很快，全国书商蜂拥而至。至此，总共39座大型建筑一字排在中轴线上，构成北京这座城市的脊梁。而脊梁两边是数十平方公里的对称格局。周礼考功绩的建成原则，此时此刻完美呈现在北京。听说新天桥建成了，80岁的班秀兰重新回到天桥。今天，在天桥剧场旁的小广场上，
他要在这片有着几百年文化传承的地方，给老百姓们带来几个原汁原味的撂地表演。还真不错，那您就试试看能配合我们表演。这鼓掌了，行吗？这不可以，您看看。想当年，班秀兰可是与天桥八大怪同期演出的红人，人送外号天桥小荷花。杂技、曲艺、摔跤、硬气功、说书、相声，天桥市场的演出类型非常多，艺人来源复杂，有落魄的旗人后代，也有京畿一带进城谋生的难民，还有下海走学的伶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各显神通。除了五行八作的表演，这里还是老北京最大的平民市场。来逛天桥的人，有的是想买日用百货，有的是在吃食摊上品尝一下地道的京味小吃。商人、饮食业者以及来此娱乐消费的人们，共同构成了最草根的文化——天桥文化。而实际上，天桥原是仅供天子祭天时走的桥，平时用栅栏围起，不许百姓通行。1910年，4岁的溥仪最后一次走天桥祭天。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退位，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就此画上了句号。仅供天子祭天走的天桥，也变成了百姓随时可走的普通桥了。1961年夏季的一天，溥仪站在故宫门口，他已经整整35年没有回过这个曾经的家了。此时的他已不再是皇帝，而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普通公民。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以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金中都的修建使北京城出现了第一条中轴线。
每一天的清晨，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两座建筑，鼓楼和钟楼，都被人流与车流的喧闹声吵醒。从这座数百年前修建的高楼向下望去，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钟鼓楼的职能改变了，而从钟鼓楼向南一直延伸到永定门的北京中轴线，依然穿越北京的中心，和这个城市一同呼吸，一同经历着变化与永恒。每一个下一秒都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